你们自己坐船哦，我先出去了。哎、欸，废物哎、欸！你要快点啦！不要自己跑啊，这样我们会四处分散。不是啊，你就不是、啊、真的等一下就好，你为什么连个三分钟不要等？因为你叫我等好多个三分钟了。不会啊，快点啊，你要等我。你要按错了啊，不是幸福藤加速了，北汽哦。按错键了啦。法师按住 F 可以加速哦。要。干嘛啦？按住 F。我刚讲什么？干嘛？哎，还要还要啊！还要不要？我被吸住了！叫你戴耳塞，你不要哦。我被吸住了，我的耳塞！啊！救我啊！他被吃了，我看到了，他还摇不受控制的被吸走了，好可怜。不是不是，我弄错了，我做成压力板的，我要做耳塞的。有一下把牌子套在头上，我看到了，还要还要还要啊！他被吃了。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被海妖给烫过的感觉好了。我们让大家看一下，如果他有机会唱的话。因为我现在有人在赏他巴掌，好像他死了。好吧，我记得他唱的还蛮好听的、啊。我想说给他们听一下說，说结果有被巴死了。还有吧，我刚刚做那个，结果做成压力板啊，太紧张了啦。你现在耳朵有点大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那个什么，我窒息，我吸不到空气。No！ 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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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哦，他差一点点哎、欸，好可怜哦，就差那一口气你就死掉。真的超可怜的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怎么可以？啊，我们的船嘞？那个妹，这里就叫你不要跑那么快哦！你看马上死掉了。那是我怎么觉得我死掉你很开心啊？蛮开心的、啊。这世界真的啊，中到了！在海里中到人，这合理哦。要你 TP 我们，还是你要走过来？在海上运动的时候戴着耳塞比较安全。真的？不是啊，要把船推过去。没有啊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！这。1.12 没有游泳啊，有游泳就不一样了。我开过去了，我开过去了。不是你被海妖给听的时候，哎、啊，海妖耳塞，走耳塞的作用就是海妖在唱歌的时候你不会受影响。如果有影响的话，你就会不受控制的被吸过去。我知道，我刚才看到幻觉嘞。对啊，我好想看哦，是粉粉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就前面有两个幻觉，就是有两个幻影在你前面眼前飘啊。没看，我们再找一个来玩。海妖的岛小岛上有东西吗？看看啊，说不定有。哎、欸，六点半好像还有一座哦。那我们就给他听一下。真的吗？你们要听吗？欸、我先戴耳塞，我先不奉陪啦。我觉得我们要消失。哎、欸，那是我的船。一样啊，臭船。那你们一起来听。哎、欸，有幻觉啊，超可怕！这个幻觉，看到了，被吸过去了，被吃了。欸、他们两个完全被魅惑、欸，哎，你们两个是被魅惑，你知道吗？有耳塞带回起来了，不是耳塞带起来了。你们知道你们刚一路被吸过去，后面一团爱心、欸，哎，差不多概念啊，完全被魅惑，本体不见了、欸，在水里，在幻影还在我旁边动、欸，在水里，啊，出来啊，这里啊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没有，这里啦，我正下方有没有？看不到，我已经把耳塞带起来，还是看不到。我也戴着耳塞哦，在我正下方啊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很不明显。哎、欸，头上撞到天花板了啊！啊，你在讲我？你的船底？为什么我一直看到幻觉啊？哇，你看这句话怎么听起来？为什么我一直看到幻觉啊？你要死掉了、啊！兔子已经彻底懵了。真的啊？哎、欸，右前方还有一座、哦，右前方还有一座，好多、哦。我现在还是一直看到、欸，哎，好可怕哦！所以你要去跟海妖打吗？他是打不太痛啦，他没有龙打那么痛啊。我们船好远哦，妖计程车。你要不是回去再回去捞船啊？哪里啊？在哪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我刚刚把船弄这么远啊？没有，因为他会直接抓人啊。哦是吗？可是我刚……好、啊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可是我刚刚自己下船的呢。好，管你的。哎、欸，海妖在那边，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刚看到了。我正前方，这里，我正前方。没有看到哎、欸。他游走了，他游走了。这里，我正前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好透明哦。那你们要再去看第三座吗？你们要再被吸一次吗？不要。有戴耳塞了，有戴耳塞了。你要再去看第三座吗？要准备被吸咯。不要。有戴耳机应该还好吧？你刚才你是在戴耳塞吧？耳塞。我们要靠近去看就好了。他要出现了啊！海龙。
哦，离远一点哦，那个很不是蓝色的呢，这一只没有攻击性啊，我记得有啦，蓝色的没有吧？有咖没有咖，它没有咖就会咬人，有咖的才会安全。什么有咖？有咖是什么？两只脚。脚。真的吗？所以它会攻击。没有咖的会咬人。我已经看到有一个在上面跳舞的。他在唱歌哎、欸，我要过去看他。他的 skin 哎、欸，他的脸跟一拳的 skin 好像哦。哇！他唱歌了。你们要打他吗？我不是戴耳塞了吗？你又看到幻觉了、啊？不是啊，我听得到他唱歌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们在哪个某个实况组玩的恐怖游戏听到这个音乐过哎、欸。原来是共用的那种。你再靠近一点点，他就龇牙咧嘴了。音效才行。我跟你，我们就听着听就好，我们就当个听众，不要靠太近。可以射他吗？不行。对啊，为什么戴耳塞还听得到？可是要去打他。记得这一只海龙是没有攻击的、啊。咬人喽！快逃！大家撤退！我要死了。对啊，你看到的是这一只啊，蓝色就不会啊。这就是刚同一只。可以 TP 吗？哎、欸，蓝色的哇，蓝色这一只把海妖咬死了。看吧。哎、欸，所以蓝色会攻击、喔。然后我们 TP 你咯，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那我们要回归了吗？等下，不要！我们回家，那個、我还没复活，我还没复活。还是我们要回家？我觉得不要传那边，因为会一直死，就跟我刚刚跟法师一样。我现在还在原地啊。我现在回到家里了。然后我们回家了。我还死在原地。回家了，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，地方待不下去了。有这么夸张？啊！可是我还想再去更远的地方哎、欸，还是要下次啊！你的耳塞掉到地上了，你说地上那两片吗？他耳朵是多大、啊？请问他耳朵是多大、啊？他是笑我哎、欸，会舔啊你的耳朵，他笑我哎、欸，那是我的建筑预定地啊、欸！你没有看到那两片压力板、欸、后面有一扇门吗？接着就有一栋房子啊。古代之卵，腐败之卵是什么？腐败，什么东西、啊哦？腐败之卵是虫虫的蛋啊，丢出来。哦，有几率生出鸡蛇兽。他直接丢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有小几率、哦，我知道，所以就是鸡蛇兽的概念。对，鸡蛇兽就是鸡啊、欸，这个这些鸡们有几率会生到腐败蛋。哦，所以刚刚有一个了，然后就是生出来，有可能会有鸡蛇兽，有可能。可是好像鸡蛇兽如果是这样子弄出来的，好像就会都是驯服 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只要从蛋里面出来，就是直接是驯服状态了。对啊，感觉很酷哎、欸。今天不是要找那个枪械模组吗？你还是装一下好了啦。打不到了，没有，你连机会没有看，第一枪都没看你就消失了。觉得太凶了，是不是？夸张哎！相信我，你连第一枪都没看你就不见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个以他的凶猛程度，对啊，我们还是再回去把铁弄出来好了，再往下好了。所以又要回归浓浓生活了。你知道更多的铁吗？还是怎样？会有哥布林不是没道理的，地下真的安全多了。没办法在上面的世界生存。可是因为迷宫饭，我好久没看了。那为什么那一只奇怪？那然后我想看迷宫饭。蜜蜂饭是什么？迷宫。哦。我想要看蜜蜂饭。蜜蜂饭，请问那是什么？听这个，听得太歪了吧？蜜蜂。啊，那个我们有人有抓到小锦鲤吗？我身上那一罐还在。还是我们要不要干脆这边算是一个，就是死掉的话就会回来这边，所以这边算一个就是定居的地方呢？好啊，没事啊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再往外扩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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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？干嘛？等一下，不要啊！No! 一个人跑出去玩，然后一个人就还有被那只那个应该啊，不是啊，我对嘛，所以你看，我是说要装拔刀剑嘛，拔你妈，你又砍不了他们。不是说对啊，拔刀剑对他们。那你去装你的枪械啦，你开个几枪我也高兴嘛。开什么？你开个几枪有蹦蹦到，我就觉得你可能是他那一排刀具的作用到就好了。那刀具全部那一排都是枪啊？刀具那一排全部都是枪。重军火去驯服那些。你说一把枪打不够是不是、啊？因为那一次只能装一颗啊，你装填又很久。哦，是哦。度。哎，各位，我是法师啊、哦，开台啦。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Y's live show. This is Yao speaking. 大家下午好。耶、yeah! 欸！哎，好久没听到完整的这句。说真的，说真的，你们两个在念的时候，你们也没有念完过。我好久没有自己听到这句完整的了。
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